不在话下。这不是郑重梅耶手钉啊，是真的真的。他手脱臼，手脱臼是怎么练到手脱臼？因为他要抬我。是这样子。所以观众就很清楚的看到他是虚胖。我真的50公斤并没有那么好长啊，所以超过1包米的重量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少讲一点吗？好。还不连服装，是连服装还是不连服装，还是净重？净重。净重。净重跟毛重，没有净重。1包米才50。哦，真的？那我们一天尽量少吃点。没有服装穿轻一点，可能沈南哥就不会瘦，就不会瘦。对，我没有，我已经找好了那个整集复健的老师了。是，对我整装再出发。所以两位这一次真的都是卯足了全力，不管挂彩也都无所谓，就是要为金钟全力付出。拼了！拼了！我常觉得今年的金钟奖，我是做一集还是做一季啊？怎么会这么辛苦？只是我们一季的分量浓缩在一集播出。对，所以两位主持人真的都非常认真，非常辛苦，所有的表演我们也都非常期待能够在礼拜五的时候来见证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谢谢芳芳姐跟沈腾哥。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平月媒体来我们捕捉我们精彩的这个定妆秀。麦克风收起来。刚才贴的那个手的那个动作快，稍微推一点点好不好？拜拜拜拜。来，两位左边这里，好，左边，来，芳姐左边，来这边。陈哥，你们一起带视线用扫的吧，从那边扫过来。视线慢慢扫，扫的好。对对，两个视线不协调。右手边，对。来这边，好，走低一点点。中间偏上面，上面偏左边。在下面到旁边，最后到旁边，最后到旁边，换个姿势，下腰，不要，稍微小露一下我们的舞步的一个姿势，对，我们有一定很精彩舞步，我们可以稍微，下面看不到，我之前不是转吗？厉害！从这个 pose 就可以知道，我们的舞姿非常值得期待，变得厉害，哇厉害！来左边，来也从左边这里，都不会走啊，太厉害了！好，我们左边看，我们看中间，再一点吧。我腰力也是，我们可以加会一下右半边的摄影大哥们，刚刚会右半边的，对，刚刚左边这边脚步高，慢个动作，对。在我后面 Shadow position 好，来视线慢慢转，好，我们左边这边，来左边下面哦，芳姐左边下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我们正中央，有看这个是变舞的那个累积，要以为我快抽筋了，我告诉你，好，我们右边，好，两位这里。好，各位摄影大哥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单拍一下吧，单拍。好，先拍。那我们女士优先好了，芳姐，我们先。急起来了。我一个动作。来，芳姐这里。来这边。来，转一下左边。芳姐，往左边站一步好不好？谢谢。芳姐，转看哈，转一下，对，好，来转，来，好，很好。再一个，来。对呀，20年都没有进步，20年都没有进步。姿势啊！停留在这里啊！好，那辛苦芳姐，我们请沈腾哥吗？还是？好，那我们请沈腾哥，谢谢。对了，拉裙摆的。裙摆没有拉裙摆吗？对，没有拉裙摆，我不想弄那个老姿势。可以啊，想弄一点老姿势，快点。老姿势，弄一点老姿势，快点。老姿势吗？就是哦。
近是属于月经中的复古风。他怀念阿兔舞裙呢。好，来个帅的，来个帅的。帅没有。OK， 方姐在，方姐刚方姐撩裙子，撩裙子这样。对，你好。你刚等裙摆的裙摆 pose 再给大家回味一下，好不好？晨晨，你要往这边站一点点，往这边站一点点，往这边站一点点。好，来，麻烦站到这里，来，晨晨，麻烦站到这边。来这里，为什么我肩膀觉得自己来，两位左边，方姐左边再一次哦，麻烦。晨晨，你再移动一点，你们站在背板中间好了，方姐。对，背板中间。没有，你再往你的。那边的方姐在中间，哎，稍微退一点点，稍微退一点。来，谢谢。好，从那边转过来，没关系，来。又来了，对。好，来。右手边。来这里，这边。来正，这照顾一下，照顾一下。好。来，方姐左边。左边的。左边上面的朋友，中间的朋友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方姐，好，转一下啊，转一下，转一下。转得起来吗？来，方姐，我们站中间点，好吧，站中间点。方姐左边哦。又怎么了？不想看出来这个开场就是。来，方姐视线左边。舒服拉裙子。左边下面一次啊，来摆一次，对，好。呼，突然。来这边，左边再怎么来？放左这边。好，没有吧？谢谢。可以了吗？谢谢。谢谢。